这个左右交际谬刺啊，还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对称的，一种是不对称的应用，用我左侧的啊胸胁疼痛可以针右侧的肋关节来进行治疗啊，痛在胸部针刺在手腕上面肋关节，这个肯定是不对称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对称的啊，比如说肩痛啊，肩痛，我的左侧肩盂这个地方疼痛，同时有压痛，那么取右侧的肩盂穴来针刺治疗啊，左右肩盂这个是对称的啊，左肩盂对称的啊，那么这种交际谬刺在临床应用很多，比如说对于瘫痪病来说，左侧瘫痪啊，针右侧的穴位治疗啊。第二种按经配穴啊，按经配穴是以经脉和经脉互相联系为基础而进行穴位配伍的方法啊。第一种本经配穴法，是指某一脏腑经脉发生病变时，即选该脏腑经脉的腧穴配伍成方，这种比较简单啊。以脏腑为例，比如说他是啊哮喘病在肺，就取手推肺经的腧穴，比如说磁车啊配上啊太渊啊，再配上中府，这些都是手推肺经的穴位啊。那么比如说某一个经脉有病，比如说坐骨神经痛，它是源足太阳膀胱经啊，向下疼痛向下放射，那么可以取啊阴门尾中承山等足太阳膀胱经的穴位，这个都是本经配穴啊，本经配穴法。第二种表里经配穴法，它是以脏腑经脉的阴阳表里配合关系为依据的配穴方法，当某一脏腑经脉发生病变时，取该经及以其相表里经脉上的腧穴配合成方啊，配合成方。我们知道十二经脉之间有阴阳表里的配对关系，那么就利用这种关系来配穴，就称为表里经的配穴。比如说啊，脾胃相表里啊，当治疗胃病的时候，除了取胃经的穴位啊足三里以外，还可以配上脾经的公孙穴啊，
足三里配公身就是一种表里配邪法，表里配邪法。便我们治疗啊筋病啊，用阳陵泉配太冲，阳陵泉属于胆经的穴位，太冲属于肝经的穴位，肝胆互为表里，表里这个也是一种表里配穴法。那么至于元络配穴法呢，它是表里配穴法在临床上的具体应用啊。那么表里经配穴法只要是一个里经一个表经这两经的穴位就行了。那么元络配穴法呢，这两经它局限于一经的元穴配上另一经的络穴啊，所以它是表里配穴法的当中一种特殊的情况啊，特殊的情况。第三个啊，同名经配穴法啊，是讲手着同名经的书写相互配合的方法。我们知道十二经脉当中手六经足六经啊，手足的经脉都有相同名称的，有手太阴就有足太阴，有手阳明就有足阳明，把手足同名的经脉啊配合起来，这个叫同名经配穴法。比如说我们用内关配太冲，就是手足均经的同名经配穴法啊，用合谷配内庭，就是手足阳明经的同名经配穴。那么同名经配穴呢，是基于名称经名称相同的经脉相互沟通交汇的理论。那么第四种呢，子母经配穴法，它是根据脏腑经脉的五行属性，基于五虚者补其膜，实者泻其子的五行补泻理论而选取穴位的配穴方法啊，配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肺虚症啊，肺在五行属于金的啊，虚症呢，虚则补其膜啊，土为金之母，因为土生金。所以治疗除了取肺经输血和肺的输末血以外，可以同时取脾经啊输血太白和足阳明胃经的输血足三里，以及脾胃的输末血治疗啊。这也根据虚则补其膜，土生金，所以可以同取啊肺的穴位，肺经的穴位，肺的输末穴，同时取啊金之母的属土的脾胃经的穴位，以及脾胃的输末穴啊，输末穴。前面讲针灸方法啊，针灸配穴处方啊。针灸处方的第一个要素是穴位的选择以及配合。针灸处方的第二个要素呢，就是啊，刺灸方法啊。刺灸方法的选择包括了三个内容，一个是针灸疗法的选择啊。是指针对患者的病情和具体情况而确立的实例的治疗手段，是针灸操作的第一步。
我们知道针灸的疗法啊比较多，既有毫针刺法，也有拔罐火罐法，也有灸法啊，有耳针，有头皮针啊等等。那么这些方法呢，是要根据病情的需要啊来选择的，选择其中的一种方法或者两种三种方法结合起来治疗啊，结合起来治疗。比如说把刺穴法给拔罐法把它结合起来，把毫针针刺给艾灸结合起来，总之根据病情的具体需要选择适宜的一种或者多种啊刺灸方法啊，刺灸方法。第二种呢，操作方法的选择啊，针灸操作方法与处方的作用密切相关，当确定了疗法以后要对疗法的操作进行说明啊。那么比如说我们选择了毫针刺法，对不对？毫针刺法，那么就要具体化这个毫针刺法啊，是直刺吗？斜刺吗？或者是圆皮刺啊？是不是使用透斜的方法？那么是单纯的毫针刺吗？或者是特殊的刺法，要同我们在前面讲到了，是用一根针吗？或者用两根针、三根针在一个穴位上刺？用两根针就是旁针刺法，用三根针就是奇刺法。那么采用哪一种行针方法？用哪一种行针方法？啊？是用提草吗？延转吗？啊，行针的每一次行针持续的时间多久？你是想采用一种弱的刺激吗？或者是强刺激？或者中等程度的刺激？刺激量的选择？如果采用啊补血手法啊，采用哪一种补血手法？是单式的补血手法吗？或者采用复式的补血手法？每一次留针的时间是多久？所以啊，对于这些操作方法要进行选择。选择呢，原则呢是针对他的病情的选择啊，病情的选择。第三个是治疗时机的选择啊，治疗时机的选择对某些疾病在时间上要予以重视啊，提高疗效啊。有一些疾病啊，比如说失眠的病人，那么针刺的时间呢，最好选择在他睡觉前1到2小时。如果不能做到，可以选择在下午来进行治疗。对于月经不调或者痛经的患者，那么可以选择在月经来潮前3到5天开始治疗，一直治疗到月经啊这个一个周期完成为止啊，月经周期完成为止。就月经干净以后再停止治疗。那么这样子注意时机的选择，可以提高疗效啊，提高疗效。
那么这个是针灸配穴处方的问题啊，配穴处方的问题。下面我们讨论一下特定穴的内容和运用啊。关于特定穴，它的名称、它的组成，和我们在书写的部分已经啊进行了讨论。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主要啊是它的临床应用问题啊，临床应用问题。既然称之为特定穴啊，它就有特殊的治疗作用啊。那么这些穴位在临床啊，在广泛使用啊，所以可以作为360啊一个穴位当中的重点穴位，重点穴位。第一个，我们讨论五腧穴的内容和应用。那么五腧穴呢啊，临床应用非常广泛，是远部选穴的主要穴位。那么五腧穴呢，12经脉各有五个五腧穴，12乘以5就是60个五腧穴啊，古人称为60穴。加上60穴，那么这个60个穴位呢啊，既有经脉的归宿，同时五腧穴它又有五行的属性啊，五行的属性。这个五行属性呢，按照阳经经啊，阴经木这样一个规律啊来进行配属的。同时再按照五行相生的规律配属五腧穴。在阳经里面啊，凡是阳经的经穴啊都属于经，所以叫阳经经啊。再按照金水木火土五行相生啊来配属景云舒筋合。那么阴经的经穴呢都属于木啊，按照木和土金水五行相生规律配属阴经的景云舒筋合啊，这个就是12经脉五腧穴的五行属性啊，五行属性。那么五腧穴的临床运用呢啊，第一点呢是所谓按照五腧穴的主病特点应用啊，五腧穴的主病特点应用。第一个，灵枢顺气抑制分为40，在这个篇章里面讲，病在脏者取之井，病便于舌者取之云，病时间时盛者取之枢，病变于阴者取之筋，筋满而血者，病在胃及
饮食不节得病者，取之和。这个是林说对五腧穴主病应用的一段论述，一段论述，那么另外一段经典论述呢？这个是《难经牛八十牛呢，八十牛呢，这个打反了啊。这个应该是牛十八呢，给我们更正一下，牛十八呢，金主心下满，云主身热，疏主体重节痛，金主喘咳寒热，和主邪气而泄。那么对内经和难经这两段话对五腧穴的主病合点的论述，在今天是存在争议的争议的那么综合呢现在的应用情况呢，具体可以怎么样根据那么五腧穴的主病在临床上应用呢？一般来说目前应用比较多的比较统一的，比如说云穴用于治疗舌症十二经每一经的云穴可以治疗所述经脉或者脏腑的热症，比如我们刚才讲的足阳明胃经的云穴内庭穴，它具有清泻胃热的作用，对胃的热症或者是足阳明经的热症，它具有清热的作用清热。所以对于胃的热症、牙龈肿痛可以取内庭来治内庭来治。那么在我们学美容的，比如说这个青少年脸上的痤疮那么这个脸呢面部呢主要的循行经脉就是阳明经就是阳明经，所以可以在远端取它的内庭穴来清泻胃热从而达到治疗痤疮的作用比如说肝经的云穴内庭肝经的云穴内庭肝经的云穴心间肝经的云穴心间，它可以清泻肝热肝经的热症，比如说拇指肿痛拇指肿痛，可以取心间穴，通过清泻肝热达到治疗拇指肿痛的作用拇指肿痛的作用。比如说鱼脊是肺经的云穴，肺热可以取鱼脊穴来清泻肺热这个是云穴的治疗作用。另外腧穴呢腧主体重节痛，节痛关节的疼痛十二经的腧穴可以治疗跟本经有关的关节的疼痛关节的疼痛举个例子比如说肩背的疼痛，肩背它属于手太阳小肠经肩胛的疼痛取后期穴来治疗后期穴治疗。比如肩关节疼痛，肩俞穴压痛，那么取三间穴来治疗，三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腧穴
等等啊。那么饮血跟输血的应用临床比较统一啊，经血、经血、和血它的应用还存在一些差异啊，存在一些差异啊。五腧穴的应用，第二点是按照五行生克关系来应用啊。前面讲到五腧穴它配属有五行属性啊，那么我们的五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也有个五腧五行属性。那么按照难经啊，流失久难，虚则补其膜，实则泻其子，这个补泻的原则，这依据疾病的虚实，选取相应的五腧穴进行补泻啊，进行补泻。所以我们举例啊，那么这种啊，根据五行生克来补泻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本经子母补泻法，那么即选取病变经脉上的五腧穴进行补泻，实证取子穴用泻法，虚证取母穴用补法。与脏腑的五行属性相通的五腧穴作为补泻的基准。这个意思呢，可以通过这个例子呢啊，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以肺为例啊，肺经或者肺它都属于经啊，都属于经。它的实证呢，实则泻其子，经生水啊，那么必然泻呢属水的五腧穴啊。五腧穴哪个属水呢啊？按照阴经木，木和土金水，金云输金河，它的河穴磁车穴属于水。所以当肺经是实证的时候取磁测，就是体现了实者泻其子这样一个原则啊，这个原则。在临床上出现啊咳嗽气喘啊，只要确定是实证，那么针刺它的磁测穴用泻法，就有泻肺的作用，泻肺的作用。那么虚症呢，虚则补其膜啊，土为金之母啊，在临床有所谓补土生金的办法。虚则补其膜，补土生金啊。五腧穴哪一个穴位属土呢？阴经木，木和土，景云输，将将肺经的输穴太原穴啊，它就属于土。所以肺的虚症啊，取太原穴用补法，就一个补肺的作用啊，补肺的作用。这个就是本经子母补泻法啊。第二个易经子母补泻法啊，那么易经呢不在同一条经啊，
实际上他应用了前面啊配穴方法当中按经配穴当中的子母经配穴法，他应用了子母经的配穴法啊。本经实证取子经子穴，本经虚证取母经母穴来治疗，仍然以肺为例啊，肺为例。比如说肺经的实证啊，实则泻其子啊，那么肺经它属于经啊，哪一条经是它的子经呢？经生水啊，当然是肾经啊，肾经，因为都是阴经嘛，所以必然是肾经。那么肾经五腧穴当中哪一个穴位呢？属水的五腧穴，对不对？前面我们讲了阴经木啊，那么按照阴经木五性相生，木和土金水仅与腧经合，恰恰肾经的合穴阴谷穴就属于水啊，所以啊，肺的实证啊，取腧穴的肾经当中啊，腧穴的五腧穴、阴谷穴来进行治疗。这个是实则泻其子，虚则补其母呢？啊，肺经的母经是哪一经呢？啊，属土的脾经啊，属土的脾经，因为脾属土，土为金之母。那么脾经哪一个穴位呢？脾经五腧穴当中要属土的穴位啊，土经土穴啊，木和土仅于腧，脾经的五腧穴当中的腧穴，它属于土，就是太白穴啊，太白穴啊。所以通过这个例子啊，对易经子母补穴法我们就清楚了啊。首先选经啊，虚选它的母经，实选它的子经。那么具体来说，子经或者母经哪一个穴位呢？取子经或者母经啊，给它经脉五行属性相同的五腧穴。你比如说啊，那么肺的实证啊，选它的子经，就是肾经是它的子经。那么子经五腧穴哪一个穴位呢？啊，还是属水的穴位。虚取它的母经，母经属于土，所以选母经当中属土的五腧穴啊，属土的五腧穴。这是五腧穴应用的第二点啊，易经子母补穴法。那么第三个大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根据五腧穴的主病，第二个啊，采用的五腧穴啊子母补穴法，第三点呢，五腧穴还有一个按时选用的问题。按时选用分为这么两个问题，一个是难经起始四难当中的啊，春次景，夏次云，长夏次说，秋次金，冬次和，把一年分为五季，春夏长夏秋冬啊，分必排配上景运书经合。春天多用景穴，夏天啊用营穴啊，长夏用腧穴。
这个是一种应用。这个应用呢，是根据啊春夏阳气在上，啊井邪云邪啊邪味比较浅薄，所以春夏用井邪跟云邪，秋冬阳气在下，真是要生一些，所以用啊金邪跟火邪。但这一点在临床要灵活运用啊，并不是讲你春天只用井邪，夏天只用银邪，但是应用第一个是南京提示四难紧密舒筋活以五季的相配应用。第二个现在用的多的呢啊，是针灸的时间医学，针灸时间医学的内容很多啊，其中啊以植物流注针法，包括拿夹法、拿指法啊，还有灵龟拔法、飞腾拔法，那么这些构成了针灸时间医学的主要内容啊，主要内容。当然这些方面啊目前也处于一种探索当中啊，探索的。那么它对于我们诊断疾病、治疗疾病这种针灸时间医学，它都是有所帮助的啊，都有所帮助的。那么这个内容呢需要我们教材不讲啊，今后呢我们可以在选修课啊可以听一听这方面的内容啊，这方面的内容。那么特定些的啊，第二个内容，圆邪和螺邪的运用啊，圆邪和螺邪的运用啊。那么圆邪呢啊，那么在内容上啊，内经所讲的圆邪跟南经的所讲圆邪在内容上是有所区别的啊，区别的。我们休息一会儿又讨论。